第六个动作，双腿交替后移，扶着抬柜，面对抬柜，左腿脚尖提起，把腿稍微向后移，上身不要动，保持姿势，返回原位，换一只脚重复动作，每只脚重复2到3次。太容易了，慢慢的增加次数，直到15次，慢慢的少扶抬轨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多做一点，那么继续吧。